前面有很强的能量反应，应该没有很远了。唐唐小心后面。好吧，就让我把你们炸成灰吧。不用挣扎了，这是捆仙索，就是神仙也跑不了的。你们今天可是神仙的待遇呢。抓住我们又有什么用呢？江魔王大人已经走了，你们再也找不到女娲石了。猪猪，宝贝雷达上还有女娲石的反应吗？没有反应。难道江魔王把女娲石的能量给割断了？可恶，真是个狡猾的家伙。悲剧了吧，你们一辈子也别想知道蛟魔王大人到哪里去了。这么说你知道蛟魔王接下来会去哪儿了？啊，你以为我会告诉你蛟魔王大人会找大长老问出女娲石的秘密吗？告诉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哦，真是个笨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赶快去保护大长老吧。大长老那边戒备森严，我们把他们三个押回去再去也不迟嘛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喂，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的。真的，你们可别信呐。都已经派出这么多人了，还没有查到蛟魔王的踪迹吗？大哥，这蛟魔王十分的狡猾，要顾及到村子的安全保卫工作，人手不太够啊。战叔叔，我们回来了。啊，夺回女娲石了吗？没，被铁头他们三个人拦住，耽误了时间。那个蛟魔王跑掉了。不过我们从那三个笨蛋嘴里套出了蛟魔王的去向。啊，他会去哪儿呢？他接下来要去大长老那里问出女娲石的秘密。大长老？是的，所以希望我们能够负责大长老那边的守卫工作。这个情报并不能100%确定，也可能是铁头他们的圈套。大长老那里还有几个人留守，待会儿我会亲自去保护大长老，绝对万无一失。你们可以先回家休息了，这些事情就交给我们大人办吧。好吧，大长老就拜托你们了。我有点担心，如果蛟魔王出现的话，他们可能完全不是蛟魔王的对手啊。别说他们了，就是我们几个也不可能是对手的。喂，不是说还有波波和毛毛后吗？他们怎么还没到啊？对呀，我来联系一下他们吧。我是毛毛后，猪猪有什么事吗？这个我们这里的情况非常紧急，蛟魔王真的出现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们这就去打倒那个大坏蛋。我们就是想问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紫微星啊？淘淘已经有点等不及了。刚才贝贝通话说还要几个时辰才能到呢，我看再有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那太好了，待会儿我把降落的坐标发给你，一定要早点来呀。好了好了，猪猪你不要一副怕的要死的样子好不好？哎呀，没有我去，他们果然还是不行啊。真希望早点和蛟魔王打上一场。哎，你和你师父的性格真像，上次伤得那么重，结果还是一点收敛都没有。不不，你可别像你师父那样冲动了呀，那样不好。哼，我才不会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会来保护大长老的安全，绝对不会让贼人得逞的。这段浩劫能否度过，要看大家是否能够齐心合力。两族之间的斗争是放下的时候了。大长老的教诲谨记在心，我们就在屋外看守，不会让那魔王近身的。
灵儿，你在吗？有妖魔王的气味，难道？不好了，可能是妖魔王掳走了灵儿，想拿他作为人质来威胁大长老。快，我们快去大长老那里！哎。村边发现了蛟魔王，正在交战，请镇无敌带人前去支援。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罗罗罗，还有你跟我走，你们两个留在这里。大长老你好啊。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蛟魔王？在下蛟魔王，您就是大长老啊，真是幸会。呵呵，我有话直说了，大长老，您可不可以告诉我女娲石的最终秘密啊？蛟魔王，你已经拿到了女娲石，为何还要执着于这些呢？这有何不对？没有人能拒绝获得更强大的力量吧？得到了力量又如何？当然是让我立于天地之上，将这世上一切都掌握在我的手中。蛟魔王，凭你的气量根本就不配拥有这女娲石。女娲石自古就是正义善良的象征。我没有气量，我蛟魔王就是注定要将这个世界收入囊中的人。我不想听你那套大道理，要想活命的话，就老实告诉我掌握女娲石的力量的方法。就算你取我性命，也不会把这力量交给你的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哈哈哈，早就知道大长老您是打死都不会说出秘密的，所以我提前抓了一个小人质，应该会对我们的交易有所帮助。大长老，你是灵儿。大长老，现在您愿不愿意说出女娲石的秘密了？您一条老命是不重要，但是不要让这位无辜的小姑娘也因此殉命比较好吧。不要告诉她女娲石的秘密，大长老。不用你多嘴。好了，大长老，您决定好了吗？好吧，其实想要完全解放女娲石的力量，需要得到盘古幡的共鸣。哦，那盘古幡又在何处？盘古幡在古代密道的尽头，不过盘古幡前面是有门阻隔的，不光我们打不开，相信你也打不开它。哈哈，这就不用麻烦您老人家操心了，我自有办法。那么，您做好准备去死了吗？我的老命不重要，但是希望你能够放过这个孩子。行啊，你就祈求我不会用力过猛吧。蛟魔王，你这个大坏蛋，放下女娲石！居然是这几个小仙人，想不到仙人也会来到这个星球，真是一群纠缠不休的家伙。不过我有急事，没空跟你们磨蹭。可恶，别跑，把女娲石留下！把女娲石留下！可恶，又让他跑了。现在到底在哪？想起你。